王浩俊的这个罚球呢，令到巴杜姆是找到他在各项赛事的第八个入球，而在精英杯东方方面呢，很早段就找到他们的开纪录的入球了。入球来自巴杜姆在禁区外边的远射，这个球呢就乘住对方没有对出来。平手了嘛，又打过，于是呢又积极组东方就趁机先发制人，十二分钟梁冠聪开出角球，朴中范顶了个波入自己笼，客队早早靠呢球乌龙波取得领先优势。六分钟之后，东方一次反击机会，马高斯传俾巴杜姆，列为西班牙前锋退入禁区劲射破网，为球队再下一城。真正的正本戏呢，反而是这一脚这边角球的传送，高波埋到你心脏地带，车身球不着地。但是在开波方面，东方即刻就已经先开纪录的了，有朱明谦就兜大位击个位扯个波埋，结果中间就益晒呢边咧，就巴杜姆啊。本场东方即刻变阵，由高素巴耶夫入替简古尔，48分钟终于打开纪录，王子浩左路斩入禁区，两位锋球锤解围唔远，巴杜姆大脚抽入。两分钟后，王浩俊左路传中，前面个个漏晒，尾柱的巴杜姆轻松射入，个人梅开二度，兼帮助球队赢到2-0。最有威胁的一次了，跟住入波喺几时出现呢？就打到上半场的接近末段的时间了，巴杜姆啦趁住和夫大埔冲前抢攻，回防唔及的机会之下，接应王浩俊一个好靓嘅直线，都唔使控啦。睇下龙门出嚟，你企边个位？咁啊，辗转个波咧嚟到右手边，夏利斯祖细细力引俾巴杜姆，巴杜姆传中球，哇，落点落到咁靓嘅吓！高素巴耶夫一下插水式头锤咧，将个比数咧拉开。75分钟，巴杜姆罚球再下一城，孙铭谦传入禁区，巴杜姆禁区内快脚射入，东方扩大领先优势至3球。嗱，劲过之前嘅人排决赛，嗱，呢个咧就东方都要截至嗰啲入场人数。好啦，睇下今次攻势先。阿力斯出到靓嘅顶到，有冇空位？我射。都冇喺门前做最简单嘅事，但系功劳最大系王子啊！王子呢、這个即系真系呢个倒挂搏一搏啦，即系都有珠光隔亮响到啦。但系东方亦都一直显示出到佢哋嘅拼劲，包括呢啊，王子浩用个飞棍脚右脚半倒挂欧化波埋脚，话俾巴杜姆门前一揈搞掂你，控制大局噶啦。包括呢下就系孙铭谦同队友做咗单挡，北方北王一个 cutback 俾翻巴杜姆搞掂你先啊！三个球员揽埋一嚿啊，包括咧就系一传嘅王浩俊啦，回翻转嚟就孙铭谦做咗单挡落到去底线。巴杜姆啊，呢度差唔多去到最后啦，均入嚟顶到噶啦，肥鱼啱啱好飞埋入网，双手拍出，哇！呢下争啲就为东方追成一比啦。呢、这个后去到补时阶段咧，东方又揾到机会啦噃，巴杜姆咧推过咗门将，起到脚嘅。咁咧虽然话中柱啊，但系最后咧都有李俊廷咧帮一把，咁啊将比分咧变成6-0。好啦，咁啊第二个入球出现啦，巴杜姆摆两摆射埋去，角度相当靓啊！见到卢少奇扑到尽都摸唔到个波啊！咁啊巴杜姆就射入咗去今季嘅第11个入球啊！咁你睇下佢见到面对住啊马文。